认识带路，就这么着，有战俘，但是战俘太实在了，你知道吧？你如果给带着密云去，烧了就是密云了，结果就真给他给灭掉，你知道吧？这样一换一，由战俘带领他打了。那么额尔金呢，最终呢下令粉毁密云。那么在1860年10月18号，有2000骑兵，那么粉毁密云。那么烧圆明园烧了，包括35天之内，到烧了是3天。那么3天最终将康雍乾、乍到乾五位皇帝行教了150年移天缩地的一个梦，那么烧得干干净净，很遗憾。那么到了这个欧洲，英法联军，那么尤其法国，左边是拿破仑3世，右边是欧文明皇后，把大量的中国的文物，那当时中国文物是非常珍贵的，带到欧洲。那么拿破仑三世呢，就把它集中进行管理，在法国的郊区，那么修了一个枫丹白露宫，里面专门存放来自法国从圆明抢夺的文物，说希望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整个里面呢，几千件文物，是目前已知全球拥有圆明文物最多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搬到中国，就能开直接开圆明博物馆，没有问题，知道吧？那么整个枫丹白露宫的里面文物呢，可以说呢，囊括圆明的各个类型，可以说呢，几乎呢都是精品。因为法国拿的东西呢，它有一点哈，法国跟英国不一样，英国来一帮锡克人，就是印度人，没什么文化，拿的是金银器皿，法国拿的是什么玉、书画作品，还有一些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当年日记传教士记载呢，18个士兵，其中2个看守的，另外16个士兵的抬一个大金佛，而法国那边一个瓶子搁好几幅画，就在旁边还有玉器。法国人会拿，英国人没有文化，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化学习的一个重要性。你看一画多少钱？现在上海啊，一个金佛呢多少钱？所以说呢，从某种程度上呢，英国虽然数量多，但是拿的文物质量呢比法国逊色很多。那么包括现在枫丹白露宫的瓷器数量啊、质量啊，可以说从对我们现在研究圆明园的文物呢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参考作用。这阵有，如果在其他地方发现，就可以认为至少可能圆明园的历史上有很有圆明性。那么包括原来的五宫。这五供呢是原来圆明园皇家寺庙前面佛教前面的五供。那么五供呢，当年这套五供经过考证呢，是乾隆皇帝为了迎接60班禅，只做了2套。那么一套呢，就是这个法国枫丹白露宫这一套，就是抠有图做的，不正版。那么这是一套在圆明园为了60班禅祭祀的，还有一套呢，就是被邻居当年被烧之前的圆明的藏传佛教，还有一套呢存放在雍和宫，直到今天这五供还在使用，看到没有，一包一样的。但是呢，很遗憾，到欧洲一套就变成欧洲的烛台了，和欧洲的其他的一种方式。同样呢，有机会去法国的市中心，有一个法国军事博物馆，就是所谓的拿破仑墓。这个法国军事馆里面有个中国馆，原来叫亚洲馆，你知道吧？虽然它不敢叫中国馆。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呢，里面存放的文物就更夸张了，里面存放的是来自中国的军事产品，包括乾隆的铠甲、乾隆的配枪、乾隆的佩刀，还有乾隆大量的一些东西，那么都被法国人拿到了军事博物馆。所以乾隆皇帝一生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很自大一个。那么我们老说他的文物，一生的文物呢最集中的地方是3个地方，一个是圆明园，一个是他故宫的建佛宫花园，还有一个是他地宫。那最倒霉的是3地儿到现在没有一处保存的，圆明被烧了，地宫被盗了，建佛宫花园后来太监烧了，那么再加上乾隆皇帝一生特别自大，你看左边是他平时打仗的相当于亲征的服装，右边是平时阅兵，相当于右边是军队礼服，左边军队作战服，2件乾隆皇帝亲自的铠甲都被英法他心目中的蛮夷拿回英国去展览了。这一切让乾隆知道，他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让乾隆很遗憾。百年之后，乾隆皇帝不知道怎么气死，89岁，他知道能活了10个都不容易，你知道吧？所以说，圆明的这些很多的大量的文物被欧洲那么巨大的博物馆进行瓜分跟收藏。那么这些文物呢，到现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我也不太清楚故意的还是有意的啊。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军事博物馆，它展陈是非常合理的，唯独一个地方是黑的，就这屋，特别黑，连灯都没有，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憋着不给修还是什么原因。但是为了拍照，我噼里啪啦我在里面什么，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特色，那就拿相机照相，最终被人请出去了，你知道吧？但是我要不拍照的话，你们看到这些文物，没有办法，它是黑的，自然光拍不了，完全黑的，你知道吧？其他屋全是有灯，就这屋是黑的。那我不能白去一趟啊。拍这么多张，最后我请刚开始请我的时候，我装听不懂法语，跟我说什么意思，那也得拍啊，后来还是得请去，但是至少我要不拍，就照片更好，所以这个名字不能是闪光的。可是到现在据说我的同事去还是一片漆黑，不知道为什么，那没办法，那就不管多了。同样呢，再看看这个小狗更可爱了，这是标准的北京哈巴狗，叫俗称京巴。这种狗呢非常名贵，在当时呢只有清朝宫廷才有，那么是清朝后妃的一个玩物，
结果英法联军呢就跑了，不是这个咸丰皇帝跑了，英法联军来这跑了嘛，这小狗没人家抱，所以小狗自由自在的在别人家跑。英法联军士兵是没见过猛狗的，什么叫贼不走空啊，对不对？狗也挺好的，得把狗也抱过来，知道吧？那么这狗左边这狗呢是一幅素描作品，是英国的一个士兵在从中国回英国的路上6个月路上之后素描，右下角还有他英国人签名，画了小狗年轻的时候，因为小狗很可爱，就把这狗呢送给了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女王很喜欢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记载中国这叫北京犬第一次到欧洲的记录。那么英国女王非常喜欢，就在白金汉宫自由生活了8年，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是小狗晚年快死了，知道吧？所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很喜欢嘛，就找英国宫廷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而这个照片呢，宝座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的宝座。所以你看这个狗的命。前半生大清皇家，后半生英国皇家，这个没法比，你知道吧？不到哪儿，你都是皇家的。然后后来死之后，英国国王还那个比较厚葬，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比，你知道吗？这狗也一生打生下来就是皇家，只不过英国跟中国的区别。那么同样，那么文物给抢走了，原面烧了，狗也抱走了。那这种情况下，恭亲王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了。本来4年前就应该答应的英法的全部条约。只不过唯一的区别还是咸丰皇帝死活不签字，英皇这会儿在大承德去，可能也不够本吧，也就算了，你知道吧？最终那么签订条约，那么这个条约里面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英国跟法国，尤其英国特意提出赔偿白银没有问题，数量可能这个没有争议，要求什么呢？要求清政府必须从自个儿的库房里拿库银现场赔偿。为什么说这种插曲呢？我们第一次鸦片战争确实赔偿过白银，但是当时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玩这个东西，玩这种小聪明极强。我们赔偿的什么呢？是市银，就市面上的白银，凑数量没问题，就是这个多少多少万两没问题，但质量不行，银的含银量极低，你知道吗？杂银。但是你让我赔偿200万白银，没错，200万，对不对啊？这回好，200万两必须是你的库银，皇帝的银，银度纯度极高，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清政府只得派兵由这个户部直接跟库银。送到现场，几百万的白银。我上历史时候曾经问过历史老师，我说几百万的白银，真是几百万的白银吗？是不用折合或者用其他方式？我老师到死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还是我自个儿查了个资料，几百万两，果然是几百万两。为什么呢？英国人跟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少我一箱，对不对？回欧洲再回来破油钱，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现场找一个秤，一磅一磅过，由英国跟法国及中国各出一个官员记录。所以说，我们从第二次战争开始之后，全世界都学会了：一啊，拿你们库银，不能拿市银；第二，现场银要，否则几百万白银少一箱，你说怎么着？对不对？回到欧洲，回来都不够玩，所以把中国玩透了，你知道吧？那么现场货放，所以几百万白银一点也不少。那么同样，那么1860年通过了圆明被烧之后呢，本来圆明应该还有机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遗体公园，但是很遗憾，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失控，老百姓就趁花来人进入圆明园，把当年1860年英法军没有烧掉的建筑，因为圆明园太大，英法军尽力了，你知道吗？已经进去烧了，还没烧完，就烧了一半，这剩一半的建筑在1900年被老百姓拆毁。那么在逐渐的民国之后，逐渐的，那么又开始对圆明园石构、太湖石等大量石刻进行拆毁，包括民国的中山陵这个石材都是圆明拆。那么甚至包括当时民国的几个重大的军阀，包括我们的保定，那么这个徐怀庆修达园，那么张勋修保定的花园，那是冯玉祥手底的这个当年这个八将之一，那么全都从圆明搬，甚至包括张学良修这个张作霖墓地也从圆明搬石头。所以经过100年的时间，那么连拆带毁，就是因为圆明太大，拆了100多年没拆完，截止到1977年的时候，圆明管理局成立就不能公开拆了，那么就不能公开拆了。88年圆明公园遗址成立，再拆只要被抓了就要犯法的情况下，圆明才缓解了拆除，就是拆坏的这个一个特点。刚才讲这个课间时候有问过我，就是圆明可能去年去圆明，我们在施工干嘛呢？就修这个木栈道，在遗址上修木栈道。为什么要修木栈道？我4年前参加工作，就2004年参加圆明工作，我负责圆明文物的一个调研。当时西安楼不是琉璃瓦片嘛，被烧的老百姓怎么样？大概整个西洋楼上呢，还就遗址上还分布着大概5到6万片琉璃瓦片，随便还能捡出点琉璃瓦片。14年之后，一片都找不着，这14万哪去了？就被游客揣兜了拿回家做纪念，你知道吧？所以说没有办法，
先来先拿，后来后拿，谁不拿谁指挥，就这种心态在圆明园里面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办法情况下，我们加固栈道，不能说阻止没希望，这个词太不严谨了，就是缓解、减少拿的力度，但是还是有拿，你知道吧？你知道就这个圆明园直到今天，可能是风水被破坏，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停止圆明园的破坏，而且呢，圆明园周边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圆明园的情况，我们现在台湾这边和港澳不讲的地位，就是我们的行政级别。你知道吧？圆明园是个处级行政级别，那相当于就是如果要降下来，就相当于里长的级别，你知道吧？差不多里长吧，比里长可能再高点。那么我们周边单位，我们南边是北京大学，是部级单位；我们这个东边是清华大学，也是部级单位；北边体育大学是局级单位；西边中央党校，我都不知道什么单位，什么级别，你知道吧？这属于顶级了，你知道吧？就不算，就没有级别了，超高级了。所以这种单位围了一圈，圆明园是个处级，是级别最低的。任何一个单位想动你圆明园，想捏死你这蚂蚁，要不是圆明园那三个字保住了圆明园，圆明园现在不是党校分校，就是清华大学分校，要不就是人民大学分校，都有可能。就是因为圆明园三个字生扛到今天，但是已经压缩到仅剩的城墙以内了。但是呢，圆明园好在好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遗址呢，完全属于圆明园自己的管理。可是圆明园太大了。从2000年开始呢，圆明园进行考古挖掘，我们预计大概需要7年时间才能把圆明园遗址全都挖，一直在土里面彻底挖出来。那么圆明园到1977年的时候进行过统计，当时呢有47000人住在圆明园遗址上，从1977年到2000年才把这47000人陆陆续续搬出圆明园，但是呢遗址还没有清理。从2000年开始进行考古挖掘到今天，17年时间呢只挖掘了不到1/10，所以说呢大家坚持坚持。50年之后再去圆明园看，你们将看到一个真正的圆明园遗址名表，我觉得问题不大。看完咱的南学张学良、李学宋伟呢，都能看到圆明园50年之后的这个遗址。所以现在圆明园呢不是很完整，那么但是呢，圆明园本来被毁之后，如果及时保护，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的遗址。但很遗憾，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是圆明园被毁之后的谢继俊，当时呢房顶虽然被烧了，但是整体的西洋建筑保存非常完好。最讽刺就是代表东方天朝大国的屋顶大火一把火全烧干净了，代表西方蚂蚁的这个洛克式建筑完好无损，你知道吗？还是从某种上来讲，还是西方可能在建筑方面，至少在这个建筑方面还是比中国要更先进一些。但是呢，这是1873年，这是1873年。那么到了1900年就这样了，117年前就已经这个德行了，三层就拆差不多了，拆不掉了，对结婚的已经拆差不多了，但是还留一层没拆，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儿子长大之后还得结婚，还得盖房子呢，继续拆，你知道吧？所以拆到今天就剩一片平地了。原来建在这儿，三层拆二层，二层拆一层，一层拆第二层，拆到今天只剩这样。所以呢，西洋楼，这个你现在去看，根本就不是大火，三昧真火也不能烧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吧？所以说就整个就是一个就是战后的广岛，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怎么变成这样，没人去想，就是逐渐一件一件一件拆。可是谢一句，我们看一看香妃的清真寺。香妃清真寺很神奇，我认为可能是阿拉丁珠保佑。虽然我不信这个回教，但是我觉得那这个大火烧完之后完好无损，连房顶都在，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真主是有两把刷子，你知道吧？但是呢，你要说真主保一次行，保150年就太难为真主，你知道吧？这个是真主加入他也不行了。所以你看，这是1876年，你知道吧？到了后期，到了民国时期，二层这真主也尽力了，你知道吧？就没了，你知道吧？快没了。但是这个时候，一层和楼梯至少还在。那吧，前面有桥，这桥后来被燕京大学被斯图雷登给借走了，到现在没还。那我找北大学要，北大学找斯图雷登，你就说不讲理嘛，对不对啊？北大学说我不是胡适开的，跟斯图雷登跟燕京大学没关系。那让我找斯图雷登去，我爷爷都没见过斯图雷登，知道吧？就这么着僵在那儿，直到现在这个桥还在北京大学。所以呢，这个无论是英法联军还是其他单位，对圆明园这个没有停止一天的破坏。但是这是民国时期的方远观，那么到了现在，看到就能四根柱子，两边能拿的、能搬的、能拆的，全都拆得干干净净。要不是1977年，当时那个大陆发展慢，私家车没有普及，你知道吧？只靠手搬跟驴车，它慢，它速度慢，你知道吧？所以这到1977年还能这么多，要搁现在一晚的事儿，对吧？你北京拆迁3天就没了，你知道吧？这算什么呀？一个晚上，顺着换着换，你吃完中午饭回来就没了，就有可能，你知道吧？所以说，当时就因为大陆发展慢，所以减缓了拆，就。不幸中的万幸，有一个圆明园，而且圆明园现在对于现在6环之内寸土寸金，6环7环房都买不着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发展只在2环以内，
圆明园太偏了，在我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从我从心里面装耳环，就每天就进农村落草去圆明上班，就心里挺不高兴的，你知道吗？就相当于我住我在中城区，我天天我得跑西城边上班去，我现在不高兴。但是时间长了搁现在，我当年我当后悔的后悔没买那房子，哪买个厨房搁现在，什么都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发展的速度太快，那么圆明园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那么同样看是海淀塘十二生肖海淀塘，从这照片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二层楼基本保存完好，大火烧日烧不成平地。那么这是1876年时候的海淀塘，那么到了民国时期，看见三层就没了，但是呢，二层和中间的水池子保存还是比较完好，至少二层还在。那么到了现在，就剩地下室都没了，就剩这个大背坑了，你看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所以说呢，圆明园的被毁呢，绝不是一朝一夕。如果现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没有，就这个这些东西不会给你毁，你知道吧？所以说能成为爱国遗教育纯属偶然。老百姓之所以能把留下的是这个构件搞爱国遗教育，是因为什么？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这种大块石料不好加搬，就暂时先留着，经后搬，后来回来接搬，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吧？那么同样，这大水法，你看这大水法是唯一的一张大水法，上面还带这个琉璃花纹。原来整个大水法上面镶嵌都是琉璃的花纹，非常精美，七种颜色，你知道吧？因为很漂亮，就被老百姓给撬走了。知道吧？所以现在去大水法是一坑，很多老百姓一坑一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琉璃款的花纹，非常非常漂亮。你看现在一坑，你知道吧？抱着一片石头，什么也看不出来。实际上历史上整个上面镶嵌了琉璃的花纹，非常非常漂亮。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被搬回家了，你看就太大了，不好搬，所以老百姓就留下一个爱国教育，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同样，这是远迎关，这本来是一个建筑大门，你知道吧？这两个人住的是大门的住，前面同事都不知道下楼棚了。你知道吧？这是1876年一张照片，通过照片可以看出门的格局还在，你知道吧？随着时代的变迁，到现在很多人以为这是纪念碑呢，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能拿了全拿干净了，你知道，就是这东西实在太沉了，这玩意儿不好拿家的，所以就留下搞个比较，你知道吧？而且呢，整个20世纪有一点比较欣慰，就是20世纪的人呢比较朴实，比较实际，拆圆明园只干一件事情，就只拆砖石，为什么呢？回家盖房子，你知道吧？所以大量汉白玉构件在咱们心目中很珍贵的东西不要。为什么这东西没法拿回家，没有意义？你看这两中间全镶嵌砖石的，全抠得干干净净，就像咱们这个酒吧玩玩游戏吧，拆一个不倒。你看，把砖都拆干净了，这柱子没倒，这也是门技术，你知道吧？所以说当时的整个香楼发现什么问题呢？一片砖石没落到今天，大量汉白玉构件存到今天。如果掉一个，要搁现在的大陆审美，那就是几千万砖石还在，一片这个汉白玉都给你留下。那各个时期对这个香楼追求跟审美也不一样，那个时期很世纪。很实际，我就要砖石回家盖房，儿子着急结婚，孙子着急结婚的，这么简单。这搁要搁现在，要去抢，没人会砖抢砖石的。说实话，你把这上面一个角拿走，一车砖要送给你，你知道吧？一车砖石头和砖运。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当时因为20世纪的老百姓的这个追求，勉强间接的又留了大量的汉白玉构件，到今天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吧。所以呢，你看这是当年民国时期大水法跟远迎关，它后面是房子，前面是喷泉，前面是这个水池子，后面明是。但是你看这砖石还在吗？所有砖石在后来一片都不剩，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极高，你知道吧？就这个所有砖石能抽着份儿跟撤走，但是主体建筑都倒，这点很夸张。同样的角度到现在，看见没有？后面住的就剩4块砖，很多人以为是纪念碑，而且呢，因为圆明情况争议很大，我从这个10年前我就当时交提案，跟你们立委提案不一样啊，你们这是管用的，我这是象征性的，你知道，每年交提案希望加固这个大水法西洋楼，但是呢，最后又演变成要重修圆明园。好家伙，这个所有小朋友连总发辈都给我骂了，在我微博上给我折腾，你知道，就觉得你怎么重修圆明园呢？留着挺好啊，这个标志，我实际上不是要重修，是要对大水法进行加固。为什么？我们大水法啊，就这石头这么搁着，已经搁了100多年了，没有任何加固。幸好北京没有台风，你知道吧？不管天根地根来一个疙瘩，你知道吧？我这石头就倒了。那这一倒的话，这个东西不可再生的。但是我要想加固这些一切东西，最后又被演变成要重修圆明园，最后连我总干部都给让人拿走。所以后来我一想，算了，跟我什么关系？前面倒了，时任领导下台，自然就有人修。每次都这样。哎，当年煤窑多少人说要修啊？叭叭叭，爆炸几个死100多人，从头换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东西啊，每天倒了最好能拍死游客，但这个不合适啊，你知道吧？才能有人重视修，否则没人管这个项目，真的就是你很遗憾的一个圆明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简单来讲吧，从1960年，那么圆明开始逐渐勉强受重视。其实圆明真正受重视，从1988年到明年正好30年，成立了这个圆明遗址公园，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比较重视。但是呢，这种重视只是象征性的重视。
从2000年之后呢，开始成为这个考古遗址公园，这才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现在这个正在进行考古挖掘，也挖掘新出了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玉笔，包括一些新的东西，逐渐问世。我们圆明园的很多谜也随着考古挖掘逐渐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埋地雷快，排地雷可慢。你知道埋地雷一个晚上，我今天就把金南海山就给埋上地雷了。你要排地雷3年，你知道吧？所以说挖圆明园，这个拿刷子挖，它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呢，现在要着急去可以看一看，但是你现在看到圆明园可能不像是很理想。5年之后，啊，坚持下去，在那会儿再在圆明园，你将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圆明园的遗址公园。但是圆明园呢，确实太大，隐藏过的文化确实很丰富。我们今天呢，时间呢也比较有限，所以呢，有机会，不过哪块讲的不好，你也不好意思说我，你知道吧？可以通过微信和 email 给我写信，那么也算给我点面子啊，提出你们的一些意见。那么很遗憾，那么圆明园太大，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圆明园给太好的给大家展现出一些。所以今天只是讲了一个冰山一角，有机会欢迎大家来中国北京。